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一幅图画，它的长是1公尺，宽比长哈少2公尺，那就长减掉2公尺。那么它的周长是多少？周长就是两个长两个宽嘛，所以周长 S 哈是2倍的长加宽，所以是4a 减4，所以答案是多少呢？答案应该要选 D 啊 ，D 就是这个，这个是2倍的呢，2a 减2，答案是这个，所以这一题哈应该要选 D。